周线周线，要来 SS2 啊，还是周线啊？这件啊 ，SS2 超央咖啡店，我叫毛过来了，我干啥东西去？三间店条。落街啊！啊，前面后果然哦，唔使连开哦。我识街啊，啊会后到东桥，哦，三叔村还有面包啊，哦，一点。我不知道吃什么，要去看。太多东西吃了，啊、吃了嘛，多个啦。哦，老阿妹，薄条，可以有猪脚粉，你想吃猪脚粉？哎、啊，吃猪脚粉啦、啊。哇，亮，哇亮来着，好吃。下面就吃就不用就好了。啊，食嘅猪脚粉大嘅。啊六号，啊，哇正啊！哎呀，三叔村啊，哦，好多猪肉，系咯，系食，正啊！哇，呢个面包，这个面包不错，哈，好哦，金鸡村。很多档口，你信了几档在那边？至少有二三十档啊。材料里面，嗯，好热啊，好冷啊，叫那个是伊波玛丽啊，干豆腐，有猪肠粉的，那点心的，哦，司令，给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他成功不嘞 ？OK 啊 ，OK OK， 哦，好亮哦，看到，猪肠粉呢，哇。炸料鱼包啊，那个看叫什么呀、啊？这个很出名的，叫什么来、啊、忘记了。啊，这个鱼包中间用豆腐，用 Q 角啊。啊，这个叫什么呀、啊？想不起哦，忘记了。还有只泰的猪脚粉，捞一捞，捞一捞它，十四条钱。哇，正啊正啊！二包螺啊，唔知咩啊！啊，咩啦？不要吃面了，吃太多面了，吃猪脚馒头。嗯，那酱就很酱，老太干，两米的鸡肉，应该三角的东西啊。对，对。
好脆啊。这样都不知道他在炸过的，所以全部扔了。嗯，没有，他放好了，然后他炸了一轮了，放这，然后你浇呢，他又在炸过，比较热一点，所以扔了粉。找生意哦，你够了的。就副总，多选择啊，所以很多人来哦。这边也有牛肉面的，看到吗？当时鸡脚饭，这盐包烧鸡蛋有东西，你看鱼过来，我们准备炒鱼，炒完鱼了，哇，亮！快到。不要谢，他吃了谢。有人掏出来了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块钱一件，慢慢去啊。没有吃饱啦，没有吃多啊，好饱好饱啊，挺好生意哦。有没有搞笑就是你 order 水嘛，我去烤的那边，跟着底下拉哦，哦自己拉的，听不？好了，去做工了，挺养生啊。记得 subscribe 不就来，哇 share 出去啊，拜拜。哇，可以亮啊，快来做。好了，对了，接了。啊，要买啊 ，OK 啊。沙包很美一下啊，哇，很美啊。这什么？豆沙饼，咖喱松，咖喱角，正。